这边又没有办法把关，人家要求说车龄应该加以限制，你又说这不是关键的问题，那你总要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吧。我们要的关不是这样子的关，是要能解决问题的关。那像贺陈部长，他最应该跟外界交代就是说，你从上任到现在，从去年火烧车到现在7个月，请问你对于这一些大巴的管理，你做了哪些事情，你做了哪一些具体改善的事情？如果一件都没有的话，那该是下台的时候了。周一到周五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